杰哥，好厉害的一个女生张悬，然后我很喜欢她一首歌叫《宝贝》，听过没？会唱吗？但是我后来发觉这首歌也蛮可爱的，就居然在原住民的部落的幼稚园红起来了。然后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啊，怎么会在原住民部落里面的幼稚园红起来这首歌？或许它有一些童谣的特色，但我自己想说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想要也给一些部落的那个小朋友一些鼓励，所以于是把它改成阿美族语的版本，没听过吧？想象一下张悬的歌，然后变成阿美族语一样，不是泰语哦，好吧，跟阿美族语一样，听听看。我先唱中文的好了，会唱一起唱哦，我们一起进入那个异国的世界。嗨，张悬的宝贝。哎呀，其实啊，张悬。可以续杯吗？